斯达克斯的成员匈奴和亨源今日组成小分队推出专辑，27日他们也登上了音乐节目打歌，没想到在当地电视台上传的后台合照中，匈奴竟被发现手上握着电子烟，虽然照片很快就被官方删除，但匈奴手拿电子烟的照片早已被转po到论坛上，不少网友们看到后纷纷质疑，现在偶像都这么不顾形象的吗？音乐节目很多未成年也会看呢，这么明目张胆是可以的吗？甚至有网友翻出匈奴过去被拍到抽电子烟的画面，嘲讽他还是老样子呢。